也把上面的跑者启动哦，这个球传过来 ，Yes， 抓到了，哇，真厉害啊！打者呢遭到了三振，那跑者呢是在二垒这边遭到了触杀出局啊，形成一个盗垒失败，是一个 double play 的出现呢、啊，那也让这个半局形成一个变相的三上三下，目前为止中信兄弟还是四分领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可，记得订阅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及 Twitch 频道。